拥有超级宽敞又免费 parking 的鲁奈美食广场，每天都大排长龙的这一档，卖着的是红透半边天的琵琶呀，会在上桌前过油一番，要吃得好慢一点，直接叫老板整只拿过来，用手撕了蘸酱吃起来，那个感觉就是爽。他们的菜味滚到入味又大锅，料多丰富，冒着浓烟看上去就懂很不错。自己制作的烧肉叉烧也很闻名，烧肉烤到皮脆肉香，老板一刀一刀这样切，单看卖相小编就已经爱上。刘志的叉烧肥瘦均匀，绝对不是那种肥油过多，吃起来一点也不腻。再淋上他们独家泡制的酱汁，卖相好看也好吃。懂事的朋友肯定是拿了块肉，再搭上他们的辣椒酱，这个吃法到地道来，洗一百赞！大家快快带上亲朋好友过来试看看。